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百集系列课语节目《课语》，我是印迪，我是燕迪。各位小姐，大家好，我是泰龙，我是泰龙。这个修族谱呢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之一了。我们知道这个客家先民在一路南迁的路上呢，就非常的注重这个修族谱哈。后来呢，因为这个子孙倡茂以后，也都是有到外地去发展啊，所以这个修族谱一直是客家人非常重视的事情之一。的确，的确，几乎我在台湾了解，每个姓氏、每个家宗族都有一个自己的族谱，而且保管的非常非常要求嘞。对，我们知道呢，这个族谱啊，就是只要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都有这个族谱。那我们通常看到族谱都是这个线装本手抄的，非常的这个古老。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请来了三位的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客家族谱。首先有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台湾的资深媒体人李宝珍李老师。李老师你好。主持人，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宝珍。我们李宝珍先生也是我们桃园县龙南乡理事中心会理事长，紧接着我们是龙岩市我们民间文艺协会的名誉主席何志熙何主席。主席好。主持人好，观众们好，我叫何志熙，我喊做侯志 K。 然后有请到的是我们龙岩市客家文化研究会的秘书长张胜本张老师。张老师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胜斌。张胜斌不是本没本兵哦，那不是秘书长是哪里的客家人呢？我是这个永定的，但是靠近这个龙岩这个方向，哦，可能话会比较硬一点。一样是客家人，一样是客家人。对，我们首先要问一下泰龙哈，是你是台湾的客家人，对，那你知不知道你是从哪里迁到台湾去的客家人呢？以前我都一直以为我是广东蕉岭，那后来才知道说，我是从上杭这边搬到蕉岭去的。你也是上杭人，那我也是上杭人，我们都姓黄，那是哪一世的呢？我记得我在台湾，我问我妈妈，我是23世。您是第几世？你别看我叫你泰龙哥哈，其实我还比你高两倍呢。那我们叫你姑婆啊，姑婆啊。好了，那其实我们这个上杭呢，是很多这个客家姓氏的一个发源地，所以在上杭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客家族谱馆。的确，上杭客家族谱馆是世界上现在最大的我们客家族谱馆哦。所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先来了解一下。村民死在上杭边，先后有18多个客家乡士在地得着开基繁殖，而且子孙分布合广。大量珍贵客家族谱还保留在地的客家乡士跟子孙之中。所以，珍惜客家族谱资料，也成了当地保留客家文化遗产的一项很重要的事情。为了更好地将客家族谱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系统地保存下来，平日会来爱客家乡亲更好地进行情感问子立亲之喜人子归宗坦白证明。上杭县客家族谱馆自2000年5月在县图书馆乡试普查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2020年3月改名为客家族谱博物馆。如今地得了是闽粤江边客家台本营收藏客家族谱最多的公共图书馆，也是目前中国内地唯一以修饰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客家人家族史料的展体馆，每年都吸引了大量台湾客回来外的客家乡亲前来亲近修谱。这个是日本由上杭客家族谱馆馆藏的清头港年间上杭连上长滩上面下修的明潭武林法师出谱，而上杭县客家族谱博物馆就是由日本法师出谱开始的。93年5月吧，在台湾有一位教授姓华，他想通过就是大陆的这方面来寻找他的祖先的根，而且他当时说了他的祖先在上杭，所以接受这个课题以后，我们开始了这个对华氏这个族谱的一个摸底调查。我们走了很多地方，最后是在上杭蕉阳乡贵族村的一个华氏家人里面看到了当时有一个大箱子，然后华氏族人还是很热情的，找到他们以后，他们带我们到一个那个楼阁上面，从上面端出了一箱子的东西，那个箱子东西打开里面，但是呢大概有40多册30多、30-40册的那个化石族谱。我这个族谱啊，交修了90多年，将近100年了。县里面
种田那个就起步啊，那个因为那个茶湾那个中心啊，要来找这个起步。那这套化石族谱的话，我们当时拿回来仔细的去翻阅，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啊，从里面那个族谱里面，我们找到了原来就是我们那个台湾教授的化石的那一组。这套就是台湾化石中心前来寻找的明潭武林化石族谱，共有清明国两种版本30多册，分别编修于清光绪甲五年的民国四年。日法师你名次子跟着郎公为日四子几腿穷35腿。当年找到这个化石族谱以后，我们对这个族谱才开始了有一个认识，也就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说这个族谱在对这个就是客家人寻根问祖和族谱对接方面，它那种非常特殊的作用和它特别的那种凝聚力的那种情感在那里面。也就是因为这次这个化石族谱的征集以后，我们那个上海县图书馆才开始决定说要征集民间的族谱，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我们客家族谱博物馆的今天就是从化石族谱开始的。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短片呢，是对这个上海客家族谱馆的一些介绍。那泰龙，你来过这个龙岩很多次，有没有去过这个族谱馆呢？族谱馆有去过，也见了当了我们严晓英严馆长，他真的对我们客家的族谱这种收集保存的，真的是用就是很尽心尽力。那年非常感动，特别是因为他本身不是客家人，哦，对我们客家的这个族谱啊。保管之用心真的很令人感动。对，那刚才短片有说到这个客家族谱是客家人这个寻根问祖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族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张老师，这个什么叫族谱哈？族谱呢，它这个简单讲，它是记载这个就一个家族的世系，还有这个家族的重要人物事件的书，它也叫那个家谱、宗谱，还有家臣等等。那我们这个族谱里面主要是记载了一些什么东西呢？这个族谱呢，它主要就这么几个大的内容，一个就是世系表。世系表。世系表就是他这个姓氏的，哦，他这个家族哈，他这个祖宗怎么一代代怎么样繁衍下来的，哦，就世系表，哎。第二个就是他这个家训家规。家训家规，他就是说这个家族对他的子孙后代哈，他有一些这规范行为，就什么可以干，什么不能干的，哎，我们叫家训家规，这个大部分姓氏都有这个。第三个比较大的方面就是这个叫家传。家传。哎，家传的内容主要就是他这个姓氏里面有名望的人，他一些重要的功绩，他记这个传记。人物小传一样这样，哎，他就这个就是不是大的可以进去的，他是有名望的，他这个姓氏，他这个宗族当中，才能进去这个进到里面去。就有当过官的啊，对，有做过什么重大贡献啊，对社会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些人的一些小传都会写，就是什么事情都会写上去吗？那没有没有，他就主要的，这个确实一定要就是比较有名望，在这个社会认可的这些。这个第四个大的方面就是这个叫做祖图，祖图就是我们历代的祖宗，他的祖图，但这里面还有一些可能祠堂啊，还有祖宗的坟墓啊这些进去哈，要画祖先的坟墓画进去，祠堂的结构啊，哪里哈，啊，坟墓在哪里？当然，坟墓的周围的山形啊，这些，就跟画个地图一样，像地图一样。后面要扫墓的时候，翻开族谱也非常能找到，对，是，因为知道这个他这个葬的地啊，地形好不好啊，是不是龙脉啊，风水好不好，就看地图。族谱上就看出来，族谱上也有地图，对，你可以看出龙脉不龙脉的。他画的山形的，这样子是。那还有一个大项的就是叫做那个异文著述，那这个异文著述就有点像家传一样，他就这个家族这个哈，有名望的这个名人啊，他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著作，哎，这个书啊、诗歌啊什么之类，就是写的古诗这些，啊，就诗会给他收进去。那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族谱记载内容都是一样的吗？因为说，饮水思源哈，树有根哈，人有本。我们的祖先呢，也有宗本哈，有宗谱，
当然一个国家要有历史文化，那我们一个民族也是有它的文化。那我们的姓氏啊，宗祠啊，当然也有族谱哈、啊，因为族谱也是有记载我们祖先。刚刚我们教授讲的是，记载我们的世代的传世的第几代哈、啊，还有我们的名人哈、啊。而、在台湾，当然是我们台湾的客家人呢，像我们李氏宗亲呢、啊，也都是从我们大陆哈、啊，祖地，尤其是我也是上行人哈、啊。啊，上海好多上海人。对，我的祖先就是李火德公哈，也是上海，我是26代哈，26代，但是沿着汀江啊迁移到这个广东，再由广东迁移到台湾来，在台湾到现在已经是第8代了，啊，当然我们祖先也有带着族谱过去，但族谱当然久日久了当然会黄掉啊，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对对对，是是是，当然我们最近有做这个两岸文化的交流，我也有曾经到上行800年前的李火德公的啊这个宗祠，还有那个墓地，也有到这个梅州啊200年前的，还有300年前的，这些都是我们台湾也是非常的惦念我们的祖先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族谱它不但是一个家族的记载，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可能说在族谱上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历史的一个变迁，是吗，张老师？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就也这搬迁史也看到，搬到那里搬到那里看得出来。是，对对，它这个族谱呢，它过去哈，它古代它是用来这个记录，就叫做帝王族后它的世系，还有就是世袭的这个族谱，这个到了这个隋唐以后呢，这样子这个慢慢就是在民间就流传开来了，这个民间这个就很多姓氏的就纷纷修谱，所以他就修谱的就是要一个每个姓氏，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人，尤其我们客家人，他是从上这个这种从先报从中报本嘛，所以他都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来历，尤其是我们客家人，所以这个我们客家人这个从中原南迁以来哈，他有两个情况，他这个就是一定要有的，就是一个就是家谱，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老祖宗遗骸。我们客家人这个因为过去战乱啊，还有这个天灾的等原因嘛哈，不断南迁，他什么可以扔掉，这两件东西不能扔掉，因为随时是马不停蹄，随时都在往南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头啊，所以我们的客家人族谱的这个记载了哈，也是从那个，我想我们就往南迁徙的时候过程当中，一路上也带着老祖宗的这个族谱，在稍微安顿以后，他又根据哈这个时代变迁哈，一代代的往下修。想请问一下我们何教授何老师，就是说。修族谱不断要修，他们多少年修一次？他一般呢是这样，30年左右叫，有的呢隔了30年，有的7、8年，有的10几年啊，不一定，就看这个经济实力啊，另外是看这个时代背景、时代情况。像这边大陆前一段时间就不会去修族谱了，改革开放以后才修上。但是呢，他一定要一代一代接生，因为接下去不断有产生新的世代嘛，是吧？所以呢，族谱它是这样，第二次修出叫继续的续谱。第二次叫二修族谱，然后第三次修的叫三修族谱。比如说我们合适，我这里面的合适族谱已经六修了。六修了，就历代传下来就修了6次了。那这个修族谱应该是由什么人来主持这项工作呢？修族谱呢，一般由他一个家族啊，他这个有名望的人哈，他来召集。他第一步首先他要成立一个就是修谱这个机构，就类似种小组一样，第二个步呢，他要这个成立叫做筹集经费，经费就是怎么筹集呢？筹集经费，他肯定就是在这个姓氏家族里面哈，我们这边可讲叫写一家家去募集，大家自由的。当然，如果是有发财的，事业做得好的，你可以多一点哈。如果少的，你就尽自己所能嘛。我想说，因为修族谱，客家人非常重视，应该每家每户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所以第三步呢，就是收集资料。这个收集资料，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你这一个姓氏的人，他分布非常远，你不能漏掉任何一个人，那这个过程会比较长。
那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可以在族谱里面找到我自己的名字吗？我们中国啊，这个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啊，叫做重男轻女啊，所以这个父亲为主哈，是我们这个，所以男女是非常不平等啊。所以我们修家谱的时候，都是以父姓的世系这个修的。那所以男丁进谱，男丁进谱，女的不进谱，这样子。女的是到了夫家以后，他的进谱，但是进个姓。名字不体现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新的族谱就女的都进族谱了。哦，那真是有。现在他就是这边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秘书长一件事情。那假设有没有哈？你说女儿不入族谱嘛哈？她嫁别人要叫皇室叫什么氏对不对哈？嗯。那假设没有嫁出去的呢？没嫁出去就上谱，那也不入谱。那是过去，就现在来讲这大陆哈，这个整个人的观念完全变了，因为大陆这个从八十年代以来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哈，那很多都是生一个女孩子，像我也就是一个女孩，所以我们的女孩都进步了，所以体现了男女平等哈，所以这个社会的进步嘛哈。那些女孩也能上族谱，也可以找到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族谱一定要好好的保存。那我们看到这个族谱保存方面有什么讲究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是中国传统的赛事节，这个是一个不散退人欲望的节日。但是加持在双方面拍拍上的增高付款率，定义可是十分重要的日子。今年的六月初六，增高付的往年一样赛季的出谱，这个是一套民国年间修制的真实出谱。增高付对自辈流传下来的宝贝特别的珍惜。总共收藏了14本。那这些族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那个松祖留下来的。这个族谱是1953年，民国癸亥年修的。我是每年6月6日，都会把它搬出来晒一下。主要是防止那个虫蛀，所以现在那个图像啊。字啊，现在还比较完好。俗话讲，六月六，人晒日上，龙晒跑。过去每一个家畜的种子，会嫁到敌人一个艳阳天凉晒家铺。那铺铺家铺中，空有多少往事，又寄托了多少爱乡人民对故土的眷恋。族谱的保管呢，不但是让这个后代子孙对自己的这个宗支的派系脉系呢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是对这个祖先的一种尊重。那所以我想问一下三位专家，这个我们客家地区在这个对族谱的保管方面都有什么讲究呢？这个我们的族谱呢，主要是纸质的材料，所以这个纸质材料对这个保管跟收藏啊带来很大的问题。这个过去呢，我们老祖宗这方面他非常重视哈，他为了一个就是说怕大家忘掉，所以规定一个这个晒谱节。晒谱节就是每年农历的6月初6，为这个晒谱节，这样的话不会忘掉了哈，在这个形成节日了哈，所以到那个时候该到晒谱的时候了，所以这个节呢就是一直这个延续下来，所以可以说在这方面呢促进族谱的收藏保管哈，这个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那我们在大陆方面有晒谱节，那在台湾方面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节日？台湾没有这个节日哈，但是就是说，台湾我们会就族谱自己各家保管哈。当然刚刚我们教授讲就说，这个族谱这个纸张哈或者抄写经过很多的岁月哈，尤其是从大陆哈拿到台湾来已经很久的时间，可能我们的房舍啊这个潮湿这些各方面哈，当然隔一段时间或是在尤其是在过年家族回来的时候可能是祭祖的时候或者扫墓的时候会拿出来来看一看，或者是拿出来晒一晒，如果说有
有腐掉的话，那看怎么样来补上去，来贴补好来，这只有这样来做，还没有说特别去来做一个晒谱哈。民间晒谱这也是很普遍。另外呢，这个保存族谱啊，保存族谱除掉这个晒谱界之外呢，它很讲究的保持族谱啊，一个是香族谱香。有族谱箱，你看我这，专门有做个箱子的，你看，哦，还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箱子，对对，这个雕龙画凤的，哎呦，有的还有比较重要，有的还圣旨啊，那，这个族谱箱呢，它装了族谱以后啊，它不是正厅里面有香桌要挂这个祖宗像，祖谱箱要放在那个香桌上，在拜祖宗像的时候同时要进这个祖谱箱。另外呢，他这个我们现在出祖谱了，现在新的祖谱都精装本的，这样硬壳皮的哈，过去都现装的，过去木刻的它不会硬的很多，所以流传量也不是太多，现在流传买家买户花上百把块钱就买来了，过去是一房一柱才一套，才一套。那这个水管呢，就叫做礼工赏的，比如说某某工哈，工厂，对对对，工厂，台湾还有工厂啊，有工厂，对，工厂，就礼工赏的人，就是工田嘛，这个每年收来的钱，就是拿来祭祠堂啊，做这些事情的，对对对，这一个工以下的子孙，用这笔钱的。那这个呢，由这个叫做礼工赏的人，他负责保护这个。刚才讲那个公费哈，公厅有一个公费，公费我们台湾像我们李家就有是公田哈，公田他就是出租哈，出租他也收租哈，所以这租金就拿来做这个经费。现在有一个叫做这个财团法人，就是宗亲的一个财团法人，就是用一种法律的话，怎么把他所有的就是宗祠的那个。你那个姓氏的，就是他这个姓的，比方说李氏的，他就把这个所有土地收回一起管理，一起管理啊，他就可以有的是做土地的一个可以租人家或者盖房子，他就有这个收入的话，他就有一些经费可以运用来做一个管理啊，就一个宗祠的一个管理。对，就是大陆过去老的这一套宗族管理呢，台湾继承下来了哈，你们一直保留到现在，那我们这边后面就土改啊这些东西就没了。对对。那我们现在这个族谱已经保管得非常好了哈，我想说那两岸应该在族谱方面也有一些交流吧。对，这个很多。两岸的族谱的交流就是像现在像我们就是台湾的哈，我们有我们就是父子辈哈，不是我们的开基始祖留下来的我们去查我们查说我们到底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听说像我们说从这个来台祖是梅州梅州艳阳到底梅州艳阳马子洞是哪个地方那我们就靠这个族谱去，然后我们就到那个梅州艳阳那边，就跟当地的那个那个祖堂那边跟那个来对一对对上了这原来确实我们就是从这边出去的然后呢族谱还像藏宝图一样对对对然后我们再回去再追踪再拿这个族谱去追踪跟着我们的上行在对一对原来我们是火德宫二十六世是那李嫣就是唐朝开基皇帝第二十个儿子传下来的这个层层接上去以后，就追本溯源，找到自己最初的那个祖先在什么地方。对，所以台湾很多人来，经常到族谱馆的查嘛，对接就对接，他的祖宗跟我们中间对对 对接。而且我们常常上行族谱馆，还有常常到我们台湾去做交流嘛。对，去搞过展览，他很熟悉的。两岸族谱交流啊，这个是非常这个活络的，而且非常多。这个一般形式两个，一个就是他过来抄谱。就是对接，就是刚才这个我们李总讲了哈，还有一个就是派人过来一块厂里修谱，就把台湾部分也修。对，一块这个放到我们这个我们这边祖地的那些各个姓氏的这个族谱里面哈。那我们跟这个族谱有关的民俗呢，还有好像还有一个叫做祖徒民俗，那我们再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在闽西民间，不论是客家、福佬还是车主，都有十分突出的耕织从中敦亲母出的优良传统。刽子制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古代因为无营养气血，所以人为的相貌丑陋的头，都只能由法师凭借法柄描绘出来。在一幅陈相村民户口，他收藏的一幅旧年的制图。陈先生同我等人讲，这个是他十几年前请一名爱替法师到户口里画的。几位先知的模样，大家都眼见过，这法师又是两班子把几多年的模样画出来的呢？也是他这个人画的，我就说跟他们老一辈人讲，我说三个儿子，我画像就按照我们三个儿子的现在的年纪最长的人来画像，以他为标准，以他为标准，没用像啊，以前是，十五是十六世，十六世是没有用像了，就我就是三个儿子的后代，就最年长的。以他为标准，但没有再来修改，就是。客家人将这朵花像当作是一种对祖先的怀念，希望后代子孙能够永远记得到自家的祖先，心怀感恩。如今，这朵花工精密的纸图，已经成为客家人纪念祖先的载体，同时，这朵花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客家文化的研究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我等人来到连上边一户光祥人家中，自然拿出了中初保存了上百年的纸图给我等人看。画像中是几等人的祖先带两位妇女，这个是出行每日一张纸图，每人年祭祀的时候，纸图便会轮流分配到出行每房每户户家，用几等人祭祀的时候用。如今家族中人丁兴旺，一户人家为几十年才能轮上一回。那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这个祖图啊，好像在每一本的族谱的前几页都有，而且在不少的祠堂的正中央也有挂这样的祖图，但是好像分很多种类型，有单人照啊、双人照，还有集体照，有这么多种类型，这是为什么呢？对，这个祖图是我们客家这个从宗敬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跟那个族谱啊这些祠堂啊这些哈、同等重要的，而且很普遍的。那这个祖图呢，大概分两大类，一种大类呢就是手绘的彩色的这个中堂，大的哈、中堂，就是拿来正厅或者主祠里面挂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族谱，族谱的开边啊、开头都有自己上主的画像。那这个呢，一般就是海北的，木刻的这样线条这样画的。以后才有那个彩色的。那个画的那个中堂呢，有这么几种，一种就是单家独户的，什么公啊，他的夫妻两夫妻，或者有大婆小婆的，或者好几个老婆的啊，都画在一起。就是说，就是画以他、一家、一个人的，某某公画像啊，几个配偶啊，都画上。他祭祀性都画进去。对对对，还有一种就是好几代，比如说三代啊，那就三层嘛，三层上面是二十四的、21世的、22世的哈、这一种，有的呢就群体的，就接连。好多代，最多的有36个人，一张图里面画了36个，大集体，三十六个人的，这就好几代一起画在一起，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这个中堂这种没有人物形象，它是叫做吊线图，就是名字，就是姓名啊，十四组什么名字，然后呢，像这样子。这个吊线图啊，吊线图。这我们在这《红楼梦》里面这部书里面有看过，就是人物关系的表啊，像这样子，就是最上面多少世，然后几个孩子，孩子又生了谁，然后孩子生子，生子又生了谁，这个呢就叫做吊线图。吊线哦，就像那吊吊线图啊，吊线图哈。这样的话，人物关系就一目了然。对，这个呢也是用这个中堂哈挂在正中间，就没有人物形象，就是有名字，这样呢。也是也办、现在来讲是系统图啊，
系统作用。对，那这个呢？这个它起什么作用？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入年节以后，就要开始挂在那边了。挂在入年节了，挂起来了，要上供，要那个放正哈，放一针放在那边。放正上面呢要放葱，放什么东西哈、底下很多贡品，包括我刚才讲的祝卜香啊这些哈、然后就一直放过年拜烧香，一直到初十，有的是开小张，就是初五以后收起来了，有的到初十收起来，有的到年宵才收起来。另外呢，就是平时家族里面什么重大的活动就挂出来，平时收起来的，收起来的。那这些人物形象呢，你就看哈，一个个大同小异，都是那么瘦瘦的，穿着的衣服。对，因为我们也都没有见过祖师的样子。对呀、就根据什么来画？对，所以呢，它是这样几种哈，一种呢就是有的，你最上辈的那个人可能会有照片，黑白照片啊留下来，这跟遗传的原理啊，基因遗传的原理、那个用那个画像画照片来画，这是一种。还有的找不到上祖的照片，那就投现有的家族人当中，谁的年纪最大，谁的辈分最高，跟着遗传的原理用他那个来画。那有的呢，干脆就是画师啊，凭着他的想象。就是画，那所以画了很多这个主图啊，你看见他人物形象都差不多。那很可能这个人物形象跟这个人真实的人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很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呢，作为后代，他不去计较这些，他就是有个载体可以对祖宗进行祭拜，有这么个载体就可以了。那这个主图是那个是要。哎，讲句不好意思，是生前画还是百年以后才画的？哎呦，有的就很上很上的祖宗了。对，有的是生前画，还在的时候啊，那就比较后面、很后面的了。假如越上祖了，根本不可能找到这个了，只能凭想象去画。那画的我们后代子孙也就认账啊，这是我祖宗，也来拜来拜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话，我记得我们台湾大部分都是，像我本身我姓黄，我们家的那个主图就是。哎，拱胎、婆胎，这个一个是曾祖父，一个曾祖母，就一个人。我不晓得，我们在这边，你刚才讲说生前画，或是过世以后再画，我想都有啊。在我所知道，我们台湾的宫厅哈，所挂的那个就祖先的相片的话，它一般都是就是比较古的，就是这样。明朝就是民国前的清朝前的啊，那个比较有穿那个官服的官服的那种画像会比较多哈。在民国以后呢哈，可能拍的照片就比较多了哈。那个照片当然因为一代一代有几代下来，那照片多了可能就不会每一个都挂上去了啊。据我所知，像刚才说，生前画的应该是，比较有像，做过帝王的，像我的祖先的哈，像，这个，唐朝的开唐皇帝哈，李渊哈，再过来李世民哈，还有我们在李氏最早的那像这个画也是用画像，在我们的族谱的祖图的画像，像我们要祭拜的时候，在我们的甚至我们在祖堂里面有的宫厅呢比较豪华比较讲究的，就会供奉我们的老字的图像就在旁边哈还有的就是有挂李世民或是李渊的图像哈那像我们这样在我们上海呢离火头宫的话，那直接就把这个画像做了一个就立体的雕像做下去了在台湾来讲就是就剩下就是说有的比较早的就是那种就是清代的做过官服的，那如果说要很多这个就比较没有看到，就一家人画在一起的，那好像没有看过，就单人像，单人像没有。那现在有的比较现代化，我想应该可以用照相全家福来代替，像我们很多族谱也有用全家福放下去了。
我们刚才在这个族谱里面看到哈，他穿的衣服好像也都是大同小异，应该是清朝的官服。你不要看他都是一个个做官的，其实是穷的要死的，这个都是画师给他，所有的都给他用文官，清朝的文官是这样子的形象给他出现，画师给他画的，究竟当了什么官，有的是当官的，有的不是当官的，都给他画。像我自己，我们皇室在台湾的哈，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德长公啊哈，他本身有做染布。染布的赚了钱有吗？就捐了，我不晓得官民要问一下专家，贡生啊，贡生，贡生，我就不晓得是什么官民的，就是贡献的贡。对，他是这样，贡生呢，贡生呢是这样，捐款去花钱买的。买的官也是买官，他的比秀才还低个等级，可能相当可能现在什么高中生怎么之类的，还不是大学生。这秘书长，这个是捐出来，因为你是捐出来，捐，很多是捐的。哦，捐钱，我富而优则仕嘛。族谱里面的主读哈，他是可以从受姓受就接受的受姓，就是比如说姓何的第一个姓何的。像我们何氏哈是最早的是庐江，安徽庐江，所以我们叫庐江靖。最早的受姓的那个画起，所以他这个是一直画下来，一直画下来的。从就像有的来什么把那个炎帝啊当做自己的最早的祖先，这样一直画下，所以来在族谱里面的族徒就比较多，一代接下来比较。突出的都会有主徒，几乎好像每一姓都会把这个，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皇帝的后代。听说皇帝生了很多儿子，以后来这个姓氏就这样分下来了。其实我在印象来这个龙颜回祖地的时候，印象最深刻是我们张秘书长的华孙公。哦，对，华孙公，张姓是一个客家的大姓，大姓的这个是。对，所以这个张姓和李姓哈，作为这个客家一个大姓，所以每年呢，从这个海内外都会回来很多这个张姓、李姓的，来到我们上杭的这个宗祠来进行这个祭拜。所以呢，说这个宗祠也是我们客家人追本溯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所以呢，我们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宗祠。作为客家文化载体之一的客家族谱，承载着丰富的客家文化内涵，同时也见证了客家人的强势之乐，日刻在强势过程中的风俗变化。其记录一个家族的发展的历史，并是特殊形式编成而成。其中内容包括相氏、昆王、世袭、繁衍、强势、祠堂、人物、供养等等。客家人从遥远的中原战战南下，开荒辟雅，择肥而居，稍稍完顿之后，就会想到建宗祠祠堂。祠堂一建成，就将祖宗神位奉祀，认为王位先祖在天之灵，很为村民祈福。在客家祠堂中，弥漫着一种非常浓厚的敬从祖先的追根溯源的气氛。祠堂是一个家族灵魂的安放的地方。尤其是在散发颠沛流离的时候，昨日在客家人抢日之时，每每有一批人群抢的，当天便以为马上有一个新的相识的祠堂出现。清朝光绪六年，上杭李福德的第63个子孙李梦兰，为纪念其一名次子李福德，而设置了200多万两的银子，历时四年建成了客家第一宗祠李氏台宗祠。整个建筑结构奇巧，不拘哈里，精美堂皇，气势磅礴，用今天建筑的客家民居式热闹极其特色。800多年，李福德的子孙遍布闽台粤赣桂及东南亚各国，期间到地的这类亲近民族的惠灵爱历史子孙也是络绎不绝。那我们在短片里面看到这个祠堂哈，宗祠都非常的精美和漂亮，很大，那可以说也是反映了客家人对宗祠的一种特殊的情结，是吗？这个宗祠啊，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客家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建宗祠哈，是一个大事之一，它是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宗祠。这个宗祠呢，它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了，一个就是祭祀祖先，祭祀祖先这么一个场所，每年这个他
在宗祠里面祭祀的哈、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家族议事的一个场所，有大的事情啊哈、哦，有什么重要的活动啊，哎，他可能在这个宗祠里面这个进行，就是开会的一个地方。对，也是开会议事、商量事情哈、哎哦，研究解决问题的一个一个地方。是是是。这个第三个呢，它有一个叫寻根问主。你像我们李氏大宗祠啊，它就发挥这么个作用。上海的李氏大宗祠啊、嗯，这个你像每年，它这个接待两岸包括海内外那个李氏这个乡亲非常多，哎，它通过这么个场所的加强那个宗族那个之间哈、哦，我们同宗里面那些那个的联这个乡亲的联谊联系，哎，第四个它一个教化教育的功能。就在宗祠里面，它很多一般都贴有了家规家训、嗯哎、就对我们这个宗族哈，它有一些规范，就是什么该做什么该做，所以有个教化的功能。所以这个宗祠对我们客家人讲是太重要了，在我们客家人的心目当中非常神圣的那种地位。它宗祠呢是就一种是族权的象征、嗯、啊，它是权力就集中在这边了、哦。那个就是平时比如说很多有大龙啊，或者有花灯啊，这些都要先到宗祠里面去，就出来以后，花灯就先到宗祠里面去拜，拜了才村子里面再游，再游，游完以后有一些呢，搞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比如说抬菩萨什么活动啊，都要在宗祠的前面那边先拜一拜，或者先表演一下，抬古诗啊这些都要在宗祠面前。先表演一下，祖宗的祝福。外面请木偶戏来演出，也是在宗祠里面表演，讲这种文艺活动的场所。对，我在台湾，像我们婚丧喜庆也是在我们祠堂里面办嘛，是不是？就是说结婚的时候，哎，在里面有结婚也是有没有？我们台湾的宗祠呢，当然就是说，过去呢就是有一个权力中心哈，也有宗亲会或者。当然讲婚丧喜庆，尤其是这个丧事哈、啊，我们宗祠就要主持哈、啊，甚至呢，我所知道过去我们的有叫公厅啊，这个就是我们都有护龙哈、啊，就旁边我们中间有过世什么哈、啊，都还没断气就先抬到这个宗祠前面啊，有不知道大陆也是有没有这种规矩哈、啊，就抬到前面来哈、啊，啊就叫就放在那个宗祠前面哈、啊，啊还有我们的宗祠就是说。哎，像我们这个哈，从火德宫开始哈，到台湾，我们就火德宫的最大的大儿子传下来，有到台湾的就全部统一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要九错寮哈，盖宗祠以前就说有一个讲法，就说你看那个房子哈，有的是有燕尾的，就是有做过官的，对，没有燕尾坪的，就是不能做那个燕尾的哈，是这样，宗祠这个我们到那个村子里面去哈，一看就看到哪个是宗祠，它跟宗祠跟平时的老百姓的房子它区别在哪里呢？它的翘额啊，就是两边有翘起来了，平常老百姓的这个翘额呢，就是比如说这样屋顶哈，屋顶它就这边翘起来，这边翘起来，宗祠呢它四个角度会翘，五角度会翘，有利于别人邻居的风格。另外呢，宗祠一般啊，它基本的东西都一个宗祠后面要有风水里后面、一个围墙弯弯的哈，宗祠的前面一定要有围墙矮墙挡这个，然后矮墙外面一定要有祠堂。这我们或者沿着祠堂或者半月形的祠堂。台湾的那个宗祠，我不知道，我有到我们大陆闽西祖地的看过哈，也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宗祠就是像这个中央这个主就是神主牌最中央的地方，神桌底下呢我们是供奉的龙神，好像我们这闽西好像不是供奉没有好像我们是供奉龙神，这是比较特别的。还有那个外面那个围墙的哈，围墙的话以前我们就是说宗祠拜天公啊，拜三观大帝，在围墙要挖一个洞，就简单在那边烧香，就是代表拜了我们三观大帝拜天公。这比较特别。这边实际上不晓得有没有。我们这边这个围墙哈，围墙不能正中开门的，对，一般都侧边开门哈，对，开门拐了个弯才正大门进祠堂。一般祠堂就三进，这个祠堂呢就是区别很大。有的地方雕龙画凤哈，匾额很多，那个堂号啊，什么堂联啊，这挂的很多，那是比较族群人比较多的，比较有钱。对，有钱。那有的呢就很简单了，就是一个矮平房，
啊，就这样算一个宗祠。那其实不管这个宗祠是大是小，它都有一个堂号。对啊，堂号的话，这样起这个堂号有没有什么讲究？堂号一般就是这样的，就是堂号大部分是年来哪里来的，比如姓何的哈，姓何就庐江境，庐江，我们这最早的就安徽庐江迁来的。哦，什么境什么境，基本上都是他的老祖宗那边来的，就是迁徙过来。所以现在有种讲法说客家呢是这边的山民哈，不是南迁的，这边山民转化来的。这是我们现在就不是说可以追踪吗？一直追追追追追，可以像我姓何的，可以一直追追追，就追到安徽庐江了，就很明显的就安徽庐江中年南迁的，怎么是这边山民的人？那现在有派学者有这个观点。好，我据我所知的话，就是说像我们理性的嘛，陇西堂，那陇西堂就是在陇西过来，就是李渊开山西啊，山西那边开基，他就以那个地方，但也有姓彭的，也是陇西堂，对，啊，像那个。刘家姓刘的啊，他叫彭城啊，对啊，就是这堂号应该跟这个有关系。然后后来当然也有分祠分出去了，分祠出去了，可能有进善堂，或是说什么居啦，哦，什么屋啦，啊，可能就不一样了。哦，所以说这整个堂号真的是对，一般从堂号就会看出来这一脉是从哪个地方迁来的，一般都看得出来。他这样堂号呢，他跟郡望它是连在一块。讲什么郡什么郡什么堂啊哈，它这个郡过去在秦朝的时候，它比我们的县就是这个县叫行政区域，比县大一点。你像秦朝的时候有36个郡，后来到汉朝就是归到这个发展到40个郡，比县大，它这个真是等于是行政区。那我们的堂号呢，就是说我们过去的祖先哈，他这个繁衍多了以后呢，他不要忘后代不要忘掉。多数来讲，唐号它是就是以第一代老祖宗发言的地方，它第一个这个姓氏第一代老祖宗发言的地方，来命名唐号，让你子孙后代永远都不会忘掉我的根在哪里。像我张姓一样，我有一个叫做清河堂，他在河北清河县，哦，这个是一个起名唐号。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就是有以老祖宗名言来起唐号的。你像一个是我忘了是父还是姓杨的，他就叫世之堂，他就有一个典故，就是说他过去的一个有一个什么事情呢，跟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讲，他说秘密不能告诉他，他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就搞个世之堂，他就告诫后代这么个意思。这个堂号就是他那个姓氏的堂号。是。还有就是以这个有些以他这个老祖宗的名字名著啊，名著写书。那你像什么爱莲堂什么之类的，他就是敦仪爱莲堂，对，他是以这个这些名著，反正这有3-4种，就是他这个当然绝大多数是以这个第一，就我们这个姓氏的第一代的，好，老祖宗他的这个出生地，我们讲哈，他来源地，所以有的同一个姓，他有不同的堂号，可以两个堂号、三个堂号，就说明他来自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同一个姓。它分支非常多，你像我们张姓的话，它就40多个堂号，哇，这么多！现在我们据我们查哈，就是现在资料能查得到的，我们全这个整个包括大陆跟台湾，现在堂号能查到有80个堂号，200多个姓氏，现在能够有资料能够查得到的是，那我们今天呢聊了这个族谱、祖图和祠堂，可以看到一个家族的一个发展的历程。那我想呢，一个家族的强大不但要有这种雄厚的经济基础，更要有这些可以强宗固族的一个精神支撑了。那我们非常感谢三位专家今天跟我们详细的聊了一些这样的一些话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三位听再会。洋洋鸡笼就随你淋咧，西宫窗派开了帮扶耶，米用炸米酿春平安伴暖闲闲，苦了门前作太福，都可以福开神书闲。开口温柔讲客话，难闻难舞推推弦，客家人计算甜苦辣。
生意供养供卖，讲讲给阿妹有你看嘞，大兴本来春游，同八姐把春宴，云龙天下就故事嘞，村村步步向顺风，你就敢同呀欢喜。汉乡梦娘团团连，行家人给风云尽了一路，创意山歌最心